当我们价值观不坚定的时候，当我们信仰不坚定的时候，当我们资讯不足的时候，我们很难跟别人辩论，或者是坚定的讲出自己价值观的出发点。就算是保守派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性别只有两种，男性跟女性。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能守护的话，那就变成什么都可以接受了。就算是保守派基督徒也一样。犹他州的一位州长，又是一位保守派的州长，跟左派低头了。他决定要否决一个拒绝男性运动员参加女性运动活动的法案。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持续扩大，北约允许盟国派遣战机在那个地方形成禁飞区，同时俄国军方也让叙利亚加入他们军队的行列，多国战争逐渐形成。美国人要怎么看这个战争呢？有一位来自 Arkansas 的 UFC 拳击手给了我觉得目前最好的答案。还有美国的卡车司机也到了华盛顿来抗议目前不存在的疫苗护照。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明确才可以达到效果，有目标才可以让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就跟我今天穿的衣服一样，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们当基督徒的就是要以神的话、神的道作为目标，而且向着标杆直跑，才不会跟美国版的卡车司机一样，现在在华盛顿 DC 的外围不知道在抗议什么东西。那今天的衣服是由 Abounding Glory 提供。 Abounding Glory 是一间服装公司，使用的是高级面料还有特殊的印花材质来帮教会制作衣服。我今天穿的是 Metallic Print 印上去的，各位在市面上面看到大部分都是 Foil Print， 那印出来的也会有同样的效果，但是Foil Print 很容易被洗掉，三洗三烘基本上就不见。总之我很喜欢今天这件衣服，想要同款商品可以到 Abounding Glory 的网站上面购买他们的衣服，不但可以帮助一间保守派基督徒的公司，购买的金额的 10% 也会来支持 AI 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购买时使用折扣码 AI News 的时候，也会同时享有 5% off 的优惠。好，回到今天的新闻，共和党最近是有非常多的好消息的。 Iowa 州的州长 Kim Reynolds 把男人不能参加女人的运动比赛签署成为州的法律。如果你看各大媒体的话，他们上面会写Iowa 州禁止变性人参加比赛，这个类似的标题是完全有问题的。好处就是现在的识字率高，识字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个法案的内容，来了解这个法案到底写了些什么，你就会发现 transgender 变性人这个字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事实上就是每一个保护女性运动的法案都是这个样子写的，没有任何一个法案提到变性人。事实上就是在美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变性人参与体育项目，也没有人支持这个样子的东西。那法案是这样子写的， Only female student based on their sex may participate in any team, sports or athletic event designated as being for female, woman or girls。中文就是只有性别是女性的女学生可以参加属于雌性女人女孩的团体运动或者是比赛，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提到男人，没有提到什么男变女变性人之类的东西。这个法律没有针对变性人，只因为某个团体感觉他们被某个法案攻击了，并不表示这个法案真的是专门在攻击他们。只要这个法律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那就不是一个歧视的法律。如果说这个法案是在说只有某些人不能做某些事情，但是其他的人都可以去做的话，那就是一个歧视的法案，是一个违宪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里面是在说每个人都只能依照自己的性别来参加属于那个性别的运动比赛，那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例如说，如果我今天搬到 Iowa， 然后我想要去参加那边的女性女子篮球队的话，我不可以参加，就算我不是变性人，因为这是个公平的法律，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这边是现在的好消息。那我们往西边走一点，到犹他州，犹他州的州长 Spencer Cox。保守派的州长，犹他州的州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即将交到这个州长的手上。但是这位州长说他会马上否决这个法案，这个打压变性人的法案。他想要跟变性人团体说，我爱你们，你们做得很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新闻片段。The problem is
Unfair competition is unfair competition. These kids who just want to be normal, who just want to be loved, who just want to be seen, who just want to live. It passed the Senate. It is not compassionate to do nothing. The House wen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The governor promised an immediate veto. I thought we had at least the bones of a deal. And then this whole idea of a complete ban, we never talked about it. It was never debated. It just came up at the very last minute. I want to say that we love you. We care deeply about you. We need you to be okay. And we want to help you in any way possible. And trying to find that right balance. And that's really what we're seeking for. And I was able to listen to some of the debate on the Senate floor. And the truth is that everyone has a very valid point. We know the data and the suicide rate amongst our transgender communit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nywhere else. That's the one thing I know. The other thing I know is that we don't have any transgender athletes that are dominating any sports here in the state of Utah. In fact, we only have, as we mentioned, 3 or 4. And so to go from all of this work and all of this discussion and all of these negotiations to get to a point that was uncomfortable for everyone, but that was a path forward and really represents the best of Utah, to now on the last night of the session, out of nowhere, getting a complete ban that, again, nobody's talked to me about, is incredibly disappointing. Okay, 我们又回到这个自杀的问题上面了。在美国历史上，在世界的运动历史上面，男人跟男人比赛，女人跟女人比赛，这个就是常理。请问有多少的男人或是男孩，因为他们不能跟女孩子参加比赛，一起比赛，所以自杀了？有多少？任何一个人知道的，在下面算一下也可以。那这个是自杀的原因吗？如果这一切只是一个假设的话，我会认为说小女孩因为比赛被男人占据了位置，觉得不公平而自杀，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吧。简单的说，就是这两个都不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也没有任何的研究跟数据，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啦。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围绕在这个上面一边做辩论呢？没有错，变性人的自杀率的确是比较高，但是研究报告也显示，就算他们被社会接受了，就算他们去做变性手术了，就算他们变性手术免费的，就算他们身边的人围绕的都是变性人，或者是他们还是跟正常的人一样生活，但是他们的自杀率还是都是高的。因为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分不清楚幻想中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解决的方法是要让他们把幻想跟现实分开，然后真正的认识自己，不是随便放任他们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最后他们只能自杀。那回到今天的重点，这个就是目前很多共和党的人，或是自称是保守派的人，他们走的是民主党的路线，在访问中掉眼泪，然后说他们很爱谁谁谁，很在乎谁谁谁。在 Utah 博同情，很奇怪吧？我可以了解，如果说他今天是在三藩市啊、洛杉矶啊这种左派猖狂的地方，你若要骗选票的话，这样子的眼泪好像是必要的。但是他今天是在犹他州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盐湖城大概是全美国最保守的前几名的大城市了，而且在那边的 LGBTQ 的人口跟左派的力量其实也不是很主流，不是吗？那他为什么要低头呢？或是因为大药厂在他竞选的时候捐给了他$25万吗？然后很多大型的制药厂很支持 LGBTQ 的方案吗？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做一堆药，什么 hormone 的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跟他们的政府拿一堆人民的纳税金。 Maybe， 所以说这样子的共和党人不只是没有脊椎的水母这样子的人，还是一个拜金男，让男人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就算是在左派也不是一个被吹捧的想法，但是性别错乱就是一个被吹捧的想法了。这位犹他州的州长选择了完全接受错误的想法，不被大众认同的思想，只因为那群人闹得比较大声，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保守派是怎么慢慢衰退的。
左派是怎么样慢慢在我们的政府当中夺权的，然后我们千万不要像他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要知道事情的是非对错，而不是跟着风向走。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说到 identity 就一定要提到 MyID 这间公司，这个高级的面膜，定期使用从神秘果萃取精华而成的 MyID 面膜，这个特殊配方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所有的暗疮、皱纹、青春痘、粉刺全部一网打尽。不只是这个样子， MyID 的创办人创立这家高档的皮肤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呼吁群众对于人口贩卖者的恶行的警觉性和对受害者的实质帮助。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被及时的医治帮助，而且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的话，他们将会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或是谁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炸。那你在 MyID.live 购买时使用折扣码 AI News 全部大写，所有的利润都会拿去帮助这些被摧残中的儿童，也有部分会来帮助 AI 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现在使用 AI News 的折扣码还送价值25元的面膜哦。保护我们自己的脸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脸。这个样子别人看到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眼怎么这么有味道啊，这个光怎么这么漂亮啊。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脸，不但让自己有面子，连神都会比较有面子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我们一直在祈祷战争不要扩大，战争赶快结束。拜登政府也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会加入欧洲的战争，我们不会建立禁飞区，我们不想要变成一个多国大战的局面。结果现在美国允许北约的盟国的战斗机飞去乌克兰了。But what more can the United States do here if, for instance, the Polish government, a NATO member, wants to send fighter jets? Does that get a green light from the U.S. or are you afraid that that will escalate tension? No, that gets a green light. In fact, we're talking with our Polish friends right now about what we might be able to do to backfill their needs if, in fact, they choose to.Provide these fighter jets to the Ukrainians. 对，所以说，我们不会参战，然后我们不会去那边建立禁飞区，但是我们允许波兰的战斗机过去，然后呢，我们会把我们的飞机给波兰。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有派飞机过去，只是我们选择了一个最没有效率的做法。我们让波兰出飞机，然后呢，我们出飞机给波兰。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眼大肚皮小，两边都想要讨好的后果。那么美国的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呢？根据 Reuters 的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人希望在乌克兰建立禁飞区。那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不认为这个数据是真的，我认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禁飞区是什么东西。禁飞区就是直接开战的意思，当俄罗斯的飞机飞过来，北约就派飞机去拦截。如果俄军的战机飞到禁飞区的话，那么就要击落，或者是用地面飞弹击落。也就是说，有 74% 的美国人是支持直接跟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超级大国开战吗？你要击落俄罗斯的轰炸机，然后认为这不是开战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举动，这场战争真的就是在持续扩大当中。不只是乌克兰方目前慢慢获得了北约的支持，还有多达16000名的外国自愿兵。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俄罗斯这边也有其他的国家开始合作了。参加在俄罗斯方的就是叙利亚。This morning, possible new evidence that Russia is preparing to take its war deeper into Ukraine's inner ci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Russia is recruiting fighters from Syria, hoping their expertise in urban combat will help take Kyiv. And some of those recruited Syrians are already in Russia preparing to enter the conflict. It comes as the State Department confirms the U.S. is documenting very credible reports of deliberate attacks on civilians. One of those reported attacks, Sunday, outside Kyiv. At the top of your screen, civilians are seen trying to evacuate, and then Russian forces firing a mortar shell as people were preparing to board a bus. The mayor says at least 8 were killed, including 3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所以这一切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那么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来这边放一个影片。通常我并不是很喜欢什么明星啊、运动员啊讲一些政治啊、国际上面的事情，因为他们通常并没有很了解当下的状况，但是会装成一个专家。
不过这位 UFC 的拳击手，他一开始就说我不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很了解。但是之后他的言论，我觉得是比目前的主流媒体甚至自媒体都好太多的分析。让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Just wanted to get your thoughts on the whole Russia and Ukraine situation. You know, here's my first thought is I'm not going nowhere to fight none of these wars for these politicians. I'm staying at home, and when the war comes to Arkansas, I will dig my boots in the ground and I will die for everything I love, and I will not retreat. If this country's invaded and everybody's saying, well, we gotta evacuate, we gotta leave, I will not. I will dig my boots in the Arkansas soil and I will fight for the people that I love, for the land that I love and the way of life that I love. But I'm not going overseas to fight.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to be honest, brother. I really don't. There's so much stuff and I don't think 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on fully. There's been so much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hat area. You got Biden and his son making a shit ton of money off of and using our tax dollars to bribe their people. That's treasonous in my opinion. So you got Hunter Biden and his son using our tax dollars. Hey, if Ukrainian government, if you don't do this, we're taking your tax dollars. He shouldn't be giving our tax dollars to that country anyway. We got veterans out here sleeping on the street and you're gonna give our freaking tax dollars to these Ukrainians and all the, brother,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over there, but I'm not going over there and fighting, and God bless anybody that's over there fighting, and I hope that the shit just gets solved. And man, I don't like war. You know what I mean? I don't want people dying and all that stuff. I don't want to be, but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There's so much stuff that I think that's corrupted that we just don't know what's truly going on over there. And I just 怎么样？一听就知道他是普丁的间谍吧？不支持派兵去乌克兰的人，一定就是普丁的白人至上的支持者。他想要看到乌克兰被侵略，乌克兰死人，这个就是人马上会帮他贴上的标签。我觉得他这一段分析很棒，他一开始也承认说他知道的不够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做节目的目的不是要大家完全听我们的，而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了解，其实自己什么都不了解。不是听了某个这个自媒体的主持人说了之后就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我一开始就觉得乌克兰的事情不干美国的事。目前这个情形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一方对上邪恶的一方这样子这么清楚。不管你的角度是从哪里来的，不只是国际的政治上面，就连人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就像一段破裂的婚姻关系一样。有的时候在破裂的婚姻里面很清楚，有一方就是个神经病，家暴凌虐。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知道那一段破裂关系里面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如果我们只听了一方的说辞的话，但是当你听到了另一方的说辞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对，男方就是下流无耻，但是你还是会听到有一些事情是你没听过，然后觉得哦是哦我不知道耶这样子的东西。特别是到了国际层面，国跟国的关系，人都没有完人了，那么不完美的人怎么可能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国家，或者一个真正的正义的国家呢？真正的正义之师呢？对我来说，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绝对是个坏人，因为他主动侵略了其他国家，但是背后有非常多的历史，还有各式各样的创伤，例如说在苏联的时期，他们是怎么屠杀乌克兰的基督徒之类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这些东西，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乌克兰在哪里。And that's okay. 不知道很正常，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很多人什么都不知道，连男人跟女人是什么都分不清楚。我们每个人主要都还是会关注我们的生活圈、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国家。这表示，如果有一个国际事件发生了，然后离我们的国家6000多英里，然后媒体说的内容几乎全部统一，而且媒体指定你对这个国际事件要有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说任何人都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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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当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自己怀疑了，而且跟自己说，我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很了解，我离得很远，所有的资讯我收到的都是统一的讯息。你就会跟这位 Bryce Mitchell 一样得到同样的回应，或者是你可以跟左派一样啊，说你要牺牲啊，为了世界大同啊。左派的日籍演员同时也是个千年的同性恋 Joyce Takei发推文说，美国人们，我们可以承受高价的食物跟石油，只要可以痛打普丁一顿，当作是一个爱国捐赠来对抗暴君，来获得自由。好棒的一段话，牺牲小我，为了打普丁一顿，我跟普丁无冤无仇啊，我不觉得乌克兰的战争跟我有任何的关系，
我不认同普丁在做的事情，我的政府在嘴巴上面也说他们不认同，但是继续资助这个样子的战争，而且还鼓吹战争不断扩大。这句话讲起来有多简单，你可以跑去你隔壁邻居家说，你们需要牺牲，你们需要付更多的钱，这个代表爱国。不这么做的话，有其他想法的话，就是一个叛国的行为。最主要是不管你是爱国还是叛国，你都要听我的。那 George Takei 是谁呢？是一个又老又有钱又没有孩子的一个人。他大概就是在50年前在 Star Trek 里面有一个角色，然后还有红色警戒3的时候他里面演日本天皇。除了这个以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他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对于很多美国的家庭，物价上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美国的卡车司机的，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右派的运动，跟加拿大卡车司机一样。我在这边先说，就是很多人说我们保守派不要彼此攻击，我完全同意，我也不攻击保守派的。但是当保守派的人在那边自己打自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我有义务跟他说，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干嘛自虐。但是很多人就会认为说我在攻击保守派，但是我其实是没有要攻击保守派，我其实是试图要帮助他们，我没有在攻击他们，他们是自己攻击自己的。这就不能不讲到目前的美国版的卡车司机大游行 People's Convoy， 人民车队。他们到了华盛顿，这个人民车队呢是加拿大的自由车队的续集，跟很多好莱坞的续集一样，续集通常都没有这么精彩，没有那么有看头，然后也失去了绝大多数的重点。唯一相同的就是都是一群大卡车司机。现在他们没有进到华盛顿 DC 里面，在 DC 的外围绕圈圈。全美国的疫苗护照并没有发生，那在每个州的强制口罩现在也都慢慢在解禁了。事实上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目前在抗议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就算政府官员跟他们谈判，然后说好你说什么我们就全部听你的，只要你解散就好，就算这个样子说了也没办法达到任何效果，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抗议什么东西。过去两年最封锁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抗议，现在加拿大做过了之后他们开出来，然后没人知道他们在干嘛。我们现在正在赢，我们现在已经在赢了，现在所有的数据都在证明保守派一直以来都是对的时候，现在你出来跟示威游行，拜登政府正在节节败退的时候，连左派的民调都显示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会大赢，现在这个游行在做的事情只是给民主党一个机会指着怪东西而已，说你看那些卡车司机，你看那些保守派，你看那些共和党，你看那些川普的支持者。这个游行并没有对民主党的政府造成任何的不变或是伤害，他们在 DC 的外围游行， DC 的官员还有民主党那些人基本上都是住在 DC 里面的，他们在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有外围的居民感觉到不方便。而且我看了很多的 interview， 当那些记者问那些卡车司机为什么要出来抗议的时候，他们说不出来，就说因为疫苗护照啊，因为口罩啊，因为强制 lockdown 啊。然后记者就会问他说，那现在已经没有啦、啊、然后卡车司机就会说，你不知道你在被打压吗？你不知道民主党正在做的事情吗？我们在做的东西是要为你们欸，为了自由欸，然后你不懂吗？这是为了人民的合一的声音欸，你知不知道啊？ Demonstration， 证明这个字，同时也是抗议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什么东西，你要掌权者特别关注在某个议题上面的时候，但是那个议题是什么，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最后我听过最糟糕的回应就是 Hey， at least they're doing something，至少他们在做些什么，在做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没有意义的事情，常常还不如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零，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有负面影响的，零大于负一负二负三，这个只是数学而已。这个至少他们在做些什么这样子的想法造成的就是像1月6号那样子的骚动，我不会说暴动，因为不是暴动，变成民主党永远可以拿来攻击的东西，不是一个军事政变或者是革命之类的东西，但是是一个完全没有帮助完全没有计划的脑残冲突，造成了国会放弃了所有共和党人准备的诉讼案跟调查案。一个成功的集会跟不成功的集会最大的差别就是，成功的集会会有精确的目标，而且知道胜利是什么，不成功的集会没有目标，只是为了集会而集会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集的 AI News 都会有一个主题，结尾都会有一个强烈的讯息，
跟行动的目标还有方式。因为我们做节目不是只是为了让大家生气，然后讨厌拜登、讨厌民主党而已。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文化、改变价值观，不然我们就只是一盘散沙，然后在那边说新闻而已。今天的讯息就是，我们要有坚定的价值观，要有坚定的信仰，要有充足的资讯，不然任何人、任何媒体、自媒体都有可能叫我们去做一些很蠢而且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 大家好，我是大 LA 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云端学员3+1，美西时间周五下午5点起，邀请知名讲师谈论子女成年重新爱和化解家庭冲突你可以等等亲子关系的议题，现场问题解答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加入或电洽 909-595-6777。